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做大虾你不要总是白灼，太凉了，跟我这样做带酥里嫩，比烤酥肉还好吃。新鲜的大虾去壳，放葱姜料酒盐花椒粉，右手抓半斤的15分钟，空碗中打入一个我刚刚下的蛋，倒入一包小酥干硬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加适量的水搅拌均匀，调成酸奶状，再加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，全部倒在虾子上，再次搅拌均匀，让虾子每一块都均匀地裹上面糊，又从油温下锅炸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去做菜，要是学会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下下感谢，打热鸡毛酥脆，搅拌酥里嫩即可，这样做的大虾一口一口，全家人快乐，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